李炳南老居士，慧燕，字炳南，号雪庐，弟子尊称雪姑，山东省济南人，皈依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法号德明，台中佛教联社导师。西元1949年，随奉祀官府迁台，时年60岁，自谓烽火半生皆侥幸，可是心肠分寸未曾寒，乃发悲愿，为佛教，为中华文化默默耕耘与奉献，至97岁往生前，一直竭心尽力于唤醒国魂，长养众生慧命。福海来台，西元1937年，雪公受前清翰林庄心如太史之推荐，应聘入大乘至圣先师奉祀官府任职。西元1949年，雪公奉命押运奉祀官府之卷箱行李，只身福海来台。当年曾携带在山东为宝的香蕉拟作馈仪，不料从基隆上岸，见街市上尽是香蕉，曾自嘲是单柴入山。雪公自称是逃难专家，行囊中除有戒牒及印祖的书信外，并带有50串念珠，拟随机赠送有缘者。这是雪公西元1936年在山东济南受五戒及菩萨戒的2张戒牒。雪公自受戒后50年中，历经无情的烽火，多次的逃难，而这2纸戒牒竟未曾散失。身为佛教徒，人人均知戒为无上菩提本。观雪公一生发心弘法度众，有戒行庄严，正在于他信守对佛菩萨的承诺。善莲峰，雪公西元1949年初抵台后，寓居台中市。立台第一次正式说法在台中市居仁路法华寺，并于寺内设施诊处，亲自施医接众。后经延扩及多处，灵山寺尤为重心。讲经久且多，更在台湾开结七念佛之先例。雪公抵台后到往生为止，整整38个年头，一直都在台湾，住在台中市。老人家说，我来到台湾，受台湾这块土地的滋养，我比台湾人更爱台湾。老人家爱的不是台湾的阿里山或日月潭，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民心。雪公不断地把中华文化的种子及精神传播给台湾人，唤起青年学子对文化及社会的使命感。雪公告诫嗔怒的人说，对己着想，我是菩萨，应起觉照，当行忍辱；对他着想，而乃痴汉，应起悲心，予以原谅。再即用一句洪名当作金盾，绵绵念去，压住嗔心，不然他痴我嗔，一同坠落。雪公师偶得书未回时，夜气清，心苗得雨，放心情。乾坤筋骨魂无事，唯有湛然月色明。
创立联体机构。西元1951年，雪公创立台中佛教联社，首定社风十条，旨在上弘下化，积德求学，深信因果，又定社务三大方针，一者讲演儒佛经典，化导人心；二者集众念佛，各求当生成就；三者兴办文化慈善事业，以立道德，而善风俗。联社成立后，联体机构相继成立。西元1958年，建慈光图书馆于柳川西路。西元1959年，建慈光育幼院于瑞光街。西元1963年，建菩提仁爱之家与菩提医院于大理。西元1970年，设明伦社与联社。后西元1984年，另筹建六级楼于联社旁。雪公除在台中定期讲经外，也受邀至全省各地弘法。西元1952年，雪公在《菩提树》杂志撰文，呼吁各方捐助乐生疗养院筹建佛堂。两年后，佛堂落成，请雪公命名为七莲精舍，其后常受邀前往说法。您老的慈悲，帮助我们起建已经希望很久的念佛堂，现在已经工程，我们特地设下这正小引，献给秉公大居士，使您老也可以了却这段姻缘。台湾乐生医院七莲精舍全体莲友敬献，设于民国43年4月8日。这是一首春风和煦的诗篇，更是一场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会。雪公除讲经说法之外，西元1952年与联社创办国文补习班，义务传授中华文化，并将男女学生分为男众文艺班、女众中会班。西元1954年，在联社也新创儿童德育班，每周上课一次。雪公对培育后进不遗余力，有闲居树志诗云：“匡氏有心培后进，荒徒无累赖清贫。”雪公以讲演、研经、文章、办事四科来培育人才，而这四科也正是雪公的特长。他鼓励年轻人要像旭日一般气象万千，不说摔伤话，要敦伦尽分，孝友之家，作文说话要简要详明，做人要有骨气，要自食其力，不怕困难，欢迎困难，读书学习以经世济用为主，并以内佛外儒居家处事，同时要多积阴德，随缘随分，尽我悲心。慈悲的雪公告诉学生说：“我浑身是疮疤，一生吃了不少亏，但到后来却占便宜了。我不止一次遇到极困苦的事，到时都化险为夷，这是天理人心呐。你们都是有用之才，只是受的教育不行，而人人果都能如法，也就用不着圣贤了。凡有自己懂别人不懂处，此时要多加谅解。世间不懂理的人太多了，总要加以原谅。”雪公师联社门临柳绿两川观水，绕门穿水向西流，落日烟波半客愁。
碧海有涯，天有末，不知何处问归舟。雪公每次讲经授课，弟子们都深觉老人家太辛苦了。雪公说，我站着讲辛苦得死，不辛苦也得死，只要你们大家后来都成了佛，那我就很高兴了。雪公说，说话碰壁，遭遇伏逆，心不烦恼，行不退转，凡做好事必遭魔障，既发大愿不怕困难，困难越多功德越大，欢迎困难，欢迎困难。西元1958年，雪公创办慈光图书馆，开讲佛说释迦罗越六方礼经，之后每周三晚间于此讲经，直至往生前一个月，未尝见辍，共达有27年之久，尤以80卷《华严经》历时最久，前后计17年，讲至10回相品，未尽而往生。春风化雨，泽及青年。从西元1961年起，雪公成立慈光学术讲座，将佛法及国学有系统地介绍给大专青年。后更成立明伦社，年年举办大专佛学讲座，接引知识青年，并提四位三不为明伦社训。为求学问，为求解脱，为转移污俗，为弘护正法，不以佛法受人利用，不借佛法贪名图利，不昧佛法同流合污。雪公年复一年，不疲不厌地引导青年学子步入佛家与儒家的殿堂，多少人因而脱胎换骨，胸中充满了成佛作祖与牺牲西贤的心志。这是早年雪公于台中灵山寺创设灵山佛学院，后值僧才，此乃西元1961年第一届毕业师生合影。雪公与周宣德老师、周邦道老师及大学毕业学生合影。西元1974年，雪公85岁，还开办为期4年之内典研究班，培养佛学人才，并强调人格是学佛的基础。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尽分，处事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应。李炳南。这是雪公于西元1958年受聘为中国医药学院教授，并为创校董事之一。西元1984年，中国医药学院创办人陈立夫先生颁荣誉状给雪公老师。雪公在各道场弘佛弘儒，并应聘至中部各大专院校讲授师理医学，数十年如一日。这是雪公任职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系之试题。这是雪公任职中兴大学中文系之礼记试题。雪公91岁时，还在台中联社开办《论语》讲习班，挑灯讲授《论语》。西元1985年，96岁，
第三届《论语》讲习班开学典礼，雪公与学生一同合影。雪公95岁时，还捐款购地，在联社旁兴建6级楼，作为启蒙班、社教科、广播社等文教公益事业之用。生前特别为之动土，楼名取《易经》《牵挂》《六爻皆吉》之意，期勉后学晚进，要谦卑自牧，恭敬待人。教鞭的故事。学公晚年，在台中联社第一届《论语》讲习班授课期间，曾因学生不懂“古淡”二字为何意，因此感慨自己已有岁数，而学生不够用功。论语班的学员们听后深感惭愧，在下次学公上课前，班长率领全体学员拿着教鞭跪在讲堂前，恳请学公今后严加教诲。没想到老人家拿起教鞭说，学生学不会是老师之过，这鞭子我拿回去打自己。课堂上全体学生无不泪流满面，惭愧万分。学公常说，为学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90多岁了，尚且天天读书求学，大家应常精进，今日比昨日更充实，这就是进步。正气街季欧轩21载。正气街9号是雪公在台中居住了21年的寓所，雪公为之取名为季欧轩。陋室的主人有着诗人丰沛的情感，更有侠客壮烈的胆识，仁人君子的操守，以及菩萨的智慧与悲怆。不论阴晴寒暑，总有许多人来此叩门，为心中的障碍与烦恼寻求排解的门路。良师亦择地而居，正气的光芒永远坚定地闪烁在主人蓝灰色的眸子里。他静静地听你诉说心中的苦难，缓缓地告诉你世间的无常。他的眼神，他的话语，他的态度，就像一股清流，直灌你的心田，涤荡你的胸臆。雪公居家作息十分规律，物有定位，食有定量，习服简约之间不失体面，舒适饮水，一盏清茶在手，即觉万分享受，太过瘾。季欧轩的佛堂只有1.75平，是雪公早晚做功课的地方。雪公来台后专弘净土念佛法门，雪公说，我们薄地凡夫能以当生成就，这种便宜无处找了，大家要真正勤修身口意三业，并以信愿持名力行念佛法门。客厅只有3.88平，是雪公会客接见莲友弟子，也是藏书及用餐的地方。雪公卧室也只有3.88平，季欧轩的一床一桌一椅就是老人家起居的天地。这是侍者郑胜阳居士在卧室小心翼翼为雪公剃发。雪公有无炉诗：独坐清瞻四壁书，三千世界乃无炉，偶尔无心
常矫首，不知何处是邻居。西元1985年，台中佛诞节游行，雪公伫立街头，频频向莲友致意。雪公身为大学教授，满腹经纶，北人南向，长衫飘逸，矍铄有神，耳清目明，声若洪钟，走入人群，教导众生，让学问与生活密切结合，身体力行书本与文字上的美德。言教所至，身教先知的雪公，人欲是代法的高僧，雪公则常告诫学生，男女之间要利弊积贤，以防非止乱。吾若有一丝不端，这席戒衣就上不了身。江山间气任悠悠。雪公往生前2年，还应国学启蒙班老师们的邀约，上山林溪放生郊游。雪公鼓励学生要多接近山林之间气，并勉励大家一面当学生，一面当老师。雪公题芦花谷摄影，芦花如雪，意如棉，回首相关礼习贤，怜我把看无限意，持魂不独入其焉。雪公怀恩师，老去逢春去，檐前树有高，多恩报不尽，万事欲何劳。秉烛减青史，临风看宝刀，醒身余愧坐，未肯饮蓬蒿。鲤鱼潭泛舟之感，知交今席两相餐，茶鼎炉香列草庵，移席千舟争作主，一坛深许几陶坛。庐山西有赏梅诗，寻香带月踏苍苔，除却诗家不种梅，何日能移千万树，舟车回到骊山哉。雪公书桌上的文房四宝，是雪公读书写字不可或缺之物。30多年来，辱没挥毫，雪公的悲心宏愿，一点一捺，一字一句，均留给后人无限的追思。雪公以诗明志，一部诗集是生活日记，更是老人对国事天下事的关心。又雪公自来台湾近40年中，长期利用晚上为莲友讲经，为学生讲授国学。见书中及讲表上一整片灿然的朱墨，正是雪公为众生呕心沥血的写照。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雪公说，众生的功德钱不可任意花费，一分钱要当二分用，同时买砖的钱不买瓦，买瓦的钱不买砖，这个中是有因果要酬偿的。而讲经之地是清净道场，凡雪公宣讲佛经的道场，常年立有告示牌，讲经之地历尽募捐，一旦社会发生灾变，
政府呼吁民众参与救灾，反面是响应救济灾难代收乐捐，而代收款项都要公布征信，以表负责。重庆赴南京，流亡十一载。西元1937年，日本侵华，学宫随孔凤寺官德成先生避居重庆，重逢梅大士杰云，每周参与所组佛学社研究，法相为事更加深入。过长安寺，求谒太虚大师，获梅大士推荐至监所弘法，携属生定九法师遍历讲述，颇受大师器重，并提墨宝相赠。济南故里，长居30载。《鹊华秋色图》为元朝画家赵孟頫的名作，是描绘山东济南鹊山雨华不住山的山水图。该画被誉为思乡之画。雪宫来台后曾多次购买拓本，题诗赠送同乡故人，其中有题：我家门对两峰秋，中有清河永碧流，别后相思看此画，故人当去济南游，赠送刘梅生大德。齐鲁多圣贤，雪宫童年与少年就在这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环境中成长。雪宫在中日战后有还家诗云：笛里情先热，声皆泪暗弹，虽逢荆树茂，还痛竹云寒。亲友远来问，瓜茶强作欢。流亡十年事，含混说平安。雪宫往生后8年，济南家人儿媳及孙女申请来台湾探访。雪宫晚年在台得家书也有诗云：似有衡阳雁，孤飞利海滨，穿云双翼剑，寄我九州春。树雨家无恙，深思泪满襟。南疆故乡事，说与旅台人。举县任职16载。西元1920年，学宫出长举县狱政，14年重修监狱。之后举县连年内战，频遭兵祸。学宫周旋其中，或亲率警兵武装漏刃，巡行弹压，或携人坠城睡敌，或亲登城叠劝阻犯军等，保全民命无数。西元1931年，吕鸿生先生续雪宫诗集，显于稿有云：立下李君比南，豪俊士也，雄于酒，好剑术，游遂金石学。关于举，举迭遭兵险，排难解分，久有鲁仲连之称。鲁仲连封鲁是为人排难解分后，不忘任何回报，挥挥衣袖，飘然远引的高士。在莒县福来山上，文心雕龙作家刘彦和晚年出家的定林寺内，至今留有雪宫捐给该寺法器的石刻文，木烛台一对，神幔五架，灵床幡一对，瓷花瓶三对，
海灯四座，木花瓶五对，木香炉五座。在定宁寺内有株三千多岁的天下银杏第一树，至今枝叶扶疏，生意盎然。祥雪宫当年在婆娑的树荫下，是否与刘应和灵性文心遥遥相应？俊龙先生说，雪宫在举县寓所前横置一方奇石，每年腊月寒冬，梅花纷纷飘落，雪宫在食色舞剑，满怀壮志，可干云天。西元1936年，雪宫请调回济南法院后，想到未将该石运回，深感遗憾，后又请人辗转由济南前往莒县，将石运回放置于济南南卷门巷的正厅门前。西元1991年12月，济南故居遭拆除，俊龙先生亦千里迢迢将莒县石由济南送往台湾雪庐纪念堂典藏，以一圆雪宫这份难得的雅兴。西元1934年，雪宫受翰林庄心如太史之邀，以御正兼任分纂，设局于莒县贾氏花园，重修莒县志书。雪宫负责纂修古籍、军事、司法、金石四类，逾三年而尽其书。西元1989年，俊龙先生重返莒县，寻访县志馆，手捧20大册县装书，是雪宫当年参与重修的莒县县志。神归安阳。雪宫云，礼佛供养在于心诚，诚则平凡运藻之菜，恒无行疗之水，佛天皆享；不诚，钟鼎玉帛，针错醍醐，佛亦不享。儒家尚且既如在，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如在者即心念也。雪宫说，我求法是跪着求来的，弘法也是跪着送出去的。西元1986年4月13日，雪宫手持念珠，右握如弓，安详往生于正气街寓所。春秋90有7，老长官孔奉祀官德成先生为之封官，并撰联赞曰：道唱伦常道，心为菩提心。此串念珠为雪宫平素所用，他追随雪宫遍历大江南北，来台后更是朝暮不离，出门必随身携带。宫对念珠十分恭敬，必先净手才持念珠诵念，而于进食睡眠如厕前，并亲自将念珠收放于器皿中。半世纪来，宫持此念珠所念之符号与咒语难以计数，期间串绳已使用频繁而断过数次。雪宫灵骨于往生3年后送回山东济南故里，并安葬于风景秀丽的玉环山上。台中莲社也于雪宫往生后将雪宫莲位及舍利供奉于3楼导师堂，朝夕焚香追思。
台中佛教联社与雪公往生后，特辟弘道楼一二楼为雪庐纪念堂，永久陈列雪公衣冠文物等，以供莲友前来追思缅怀。雪公说，读书人多用脑，脑怕风，故常年戴帽防风护脑。雪公曾在交扇面上题诗：一叶飘千里，罗纨亦不同，手摇心自喜，潇洒故乡风。雪公济南有300多年历史的故居，南卷门巷3号已因都市计划而拆除。李公子巨农先生生前为雪庐纪念堂捎来一砖一瓦一梁门牌和济南石及抱图泉水，供雪庐纪念堂作为永久纪念。雪公的生辰八字：雪公生于西元1891年，即清光绪16年，岁次庚寅夏历腊月初七，卒于西元1986年4月13日，时为夏历丙寅3月初5日，清晨5时40分，春秋9时有期。公之生辰，在于庚寅与屈原同，常戏称命运一同。思兰树会，好修为长，奔走仁义，九死未会。昔日名士潇洒，任侠落拓，转眼如冠庄严，菩萨慈悲，日月适宜，千古独醒。唯我夫子，雪公有端午钓屈子事，所居逢五日，开卷唱庚寅，浊世仍沉醉，清香不染尘，投诗蓬岛上，涕泪楚江滨，同力何生我，艰难愧古人。京师异域，人师难遭。李炳南老教授，人称雪公，西元1890年到1986年，享寿97岁，籍贯山东济南，一生充满传奇，生长于儒佛世家，传承于当代儒佛大德，为人刚骨侠情。少处轻坐鼎革之变，撞逢日寇侵华之难，老遇寿台离家之苦，虽屡险阻，却愈挫愈奋，困而弥坚，所到之处皆遗爱当地，非仅法语普润大众，亦且广兴慈善事业，怜孤恤老，兼济异类。至于如佛兼弘，机智圣域，少龙道统，续佛会命，学功至伟，则非笔墨所能尽述。学功一生特致力于净土法门之推广，至西元1986年，民国75年往生前，在台弘法38年，教导学生有20多万人，人才辈出。往生前，上乐下国老和尚探访雪公时，尊称老人为台湾的维摩诘。老人一生以居士身弘儒弘佛，终其一生献身儒佛教育，特别是培育出多位高僧大德，略记有上净下空老和尚、上果下清律师、
徐醒明老师、江丽子老师以及内典研究班诸多弘法人才，在台湾对于儒佛文化与净土思想的推广与弘传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